这些呢，就是你一会儿要完成的工作。干不完，不许下班。啊，鬼哥，我晚上还有事儿呢。加油，我相信你，一定能完成好的。 地上了，啊？怎么回事？你还笑？你有没有哪不舒服啊？没有没有，你要相信一个医生是不会让自己出事。我才不信呢！你救别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，到自己就不行了。可能我做医生是不合格，但是我发现我最近有做警察的天赋。 这个什么日子啊？就很平常的一天。哦，那这个心是什么意思呢？随便画的。哦，那我名字是什么意思？我练字。哦，我记得这一天是梁少秋被绑架那一天。那天晚上我特别担心你，所以赶过去别墅那边找你，你也非常担心我。停。 给你们留个纪念吧。上一次到你的记忆里，是看你小时候的那场魔术。这一次，我也给你变一个魔术。嗯？这不是我吗？你怎么有我小时候照片？ 因为呢，在你旁边的那个，就是我，这就是我的秘密。这个小男孩是你？那上次来的时候，你不就认出我了？你怎么没告诉我啊？哎，我的世界里都是坏人，告诉你，怕你有危险。你受伤了吗？你会死吗？ 别担心，我很厉害的，我以后可是要当医生救人的，怎么会死呢？来，你听。
你听得到吗？ 平均每分钟60到90次的跳动，这就是心跳的声音。只要他一直在跳，人就不会死。你才不是他呢，在我的记忆中，这个小哥哥又帅又温柔，哪像你啊？又坏又厚脸皮，还老爱骗人。我哪敢骗何警官呢？现在不就是？ 跟你坦白，交代罪行吗？何警官对犯人动手动脚的？我要确定你的心跳和他是不是一样的呀！哎呀，何警官居然用我教的方法来跟我耍无赖啊！那个时候，他帮我逃了出来，我找了他好久，可是都没找到。 我就拼命练习听心跳，我希望能通过心跳把他给认出来。之前在火车上那次，我好像听见了，但又好像不是他，所以就这么错过了。何警官那么厉害，就算认不出是我，那现在也把我抓住了。我现在呢，已经无处可逃。 你要收留我啊？那得听了才知道。你不是告诉我，人的心跳都是60到90吗？你的心跳怎么都快150了？是人吧？ 心跳加速了，是有两个状况。第一呢，就是病理性的，但是何警官把我照顾得那么好，我肯定没有病。另外一个呢，是生理性的，就比如说喝完酒啊，做完运动啊，或者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啊。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还找这么多借口？你不就是喜欢我吗？ 而且还是超级喜欢的那种，还没表白就这么废酒，说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干什么？哎呀，什么？怎么样，还不舒服吗？ 没有啊，别骗人，我都知道。快躺下，休息一会儿吧。嗯，还有，我也喜欢你。
等一下啊。可以吗？哎，回来了，快点过来吃饭。哎，先洗手啊。不许偷吃。嗯，快快快快快。现在梁光强在他儿子的俱乐部里摔成了植物人，我需要你去把他弄醒。颅内淤血压迫神经导致昏迷，这么说要做开颅手术了，但是很容易碰到垂体线，但如果不做的话呢，就取不出淤血，一般的医生确实很难搞定。哎，在做什么呢？这么香。行啦，嗯，做巧克力呢。你之前不是说糖分能缓解晕眩的症状，还能对人的身体和情绪产生积极作用，是因为它能产生一个什么什么多巴胺。对对，所以我要多做一些巧克力。你以后也不用喝咖啡了，就吃我的巧克力吧。哦，哇，你做的饭我都没吃过，就开始弄个巧克力这么高级了。饭呢，我是不会做，但是甜品我还是可以的，你之后尝了就知道了。嗯，你昨天没怎么休息，看什么呢？嗯，梁光强的病历资料嘛，他有一个很复杂的手术，但是我现在呢都没有想到解决方案。还有你解决不了的病症？那。尝尝我的巧克力，看看能不能给你带来灵感。啊。哇！哇！怎么回事？嗯，我家水管老这样，工人来了好几次了，说是必须得每次把里面的水给抽出来才行。水管太旧了，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堵了。拆又拆不开，弄又弄不掉，也就只能这样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这个水管弄也弄不掉，拆也拆不开，就只能这么治了。上一句。上一句。我家水管太老了。也不是，下一句。工人说，只有每次慢慢把里面的水给抽出来才行。把水抽。
何欣欣，你太聪明了，你刚刚救了梁光强的命。我？嗯，我帮了你忙了。帮了个大忙。我现在呢，只要找到那个手术工具，就可以开始手术。那我帮了你这么一个大忙，你是不是得给我什么奖励啊？可以，没问。嗯，我的巧克力。林浩，这么着急见我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你才不舒服呢。梁光强的手术方案我想到了，但是缺一样手术的工具，是一个分体结构的环套金针，工艺呢非常复杂。我翻过花城工匠的资料，只有这个人在很多年前做出来过。杨华生，你要找这个人？嗯，恐怕有些麻烦。我倒是知道他在哪儿，但我们应该很难见到他。有多难呢？我听我爸说过，他现在被关在一间很特殊的监狱里，因为犯了重罪，所以不仅是被判了终身监禁，而且不让任何人探视。这个杨华生当年在入狱之前是花城商会的会长，医术高超，而且是花城最著名的金针制作师。但听说他利用自己的医术害了几十条人命，被商会革职后入狱，算是十恶不赦的重刑犯了。趴着去。听说他被南师惩戒所聘为医疗顾问，行动自由，但凡碰上看不惯的事，他都可以为所欲为，想必在那儿也属于称王称霸的狠角色。大哥，抽根烟。监狱的医疗顾问，你们可想好了再动手？老子身体好得很。据说这个人脾气古怪，做事全凭心情，所以当年才会不把自己的病人当人，做出十分残忍的事情。你如果想要他手上的金针，估计不是件简单的事情。所以呢？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探监。如果要探监的话，必须要从现任商会的会长手里拿到探监的权限。所以，我才找你呀。去吧，乖。会长，杨华生的又出事了。说来说去，你们就是想在花城开药厂。我可以答应你们，工厂选址、工作人员、药材的渠道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研发人员中必须要有中国人参与，这个研究所必须是中日合作。你们考虑一下吧，石培。
监狱里闹事了？这次据说又把人内脏给炸伤了，还牵连了几名狱警，所以您必须亲自回去签字处理。马上安排回花城，明天一早我去监狱处理。好。这个是所有日方代表的位置、性格、习惯的侧写，接下去的商务谈判你们就参考这个去安排吧。好的。哎，干什么的？我想见这个人。我要打电话确认一下。这里是会长办公室，请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南石惩戒所有人要探监，说是你们商会同意的。是是是，确实有这么一回事。现在曾会长不在花城，有什么事的话可以跟我说。我是他儿子，可以全权代理他的事务。行，那就放他通行了。在这个地方签个字。好，你可以进去了，探望时间只有半个小时。让开让开，别挡着路，有人出事了。这边走。你马上打电话给典狱长，我现在就去监狱处理杨华生的事情。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他关进重刑犯的单间，让他一个人也见不到。去吧。好的。哎，小帆。爸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看您办公室很久没有收拾了，替您收拾一下。哎呀，你的洁癖越来越严重了，你整理东西都整理到我办公室来了。你也是个医生，也该治治你自己的病了。哎，不要整理了，我打个电话。哎，不，我遇到麻烦的事了。我有一件事很想跟您说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就知道你没有理由到我办公室来整理东西，一定有什么心事。从小到大你只要有心事就会到处找东西整理。说吧。你可以用这个要求他做任何一件事。我看他呀，肯定是喜欢你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千万不要和其他女生交往，不然的话他肯定会把你剁成肉酱。爸，我遇到一个很重要的女人，我想娶她。你说什么？你慢慢说啊，慢慢说。爸，我想让她做我的女朋友，今天我想带他立马见见您。好好，带回来见见啊。不好意思啊先生，你要探望的人刚刚发生了点意外，最近一段时间你可能没法见到他了。这么重要的犯人出意外了？他昨天晚上因为闹事，今天早上被人陷害，有人在他早饭里面下了毒。刚刚呀，
被送往青山医院紧急抢救，麻烦您向曾会长转告一声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的。下毒？刚送出去那个就是杨花生？是啊，就是他。他的情况你也看见了，很危险。啊，大少爷回来了。你们兄弟两个人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啊！啊，如果我不是突然回来，你们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？我也是刚刚知道，爸。你还在为他打掩护啊？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了。小凡，啊，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？既然你不喜欢何家那个姑娘，你就跟我直说嘛。爸爸呢，之所以给你介绍何家小姐，是看你每天忙于学医，没有时间谈恋爱而已啊。啊，爸爸一把年纪了，才有了你这么个独子，从小到大爸爸什么事情不都是依着你的吗？既然你有了心仪的姑娘，爸爸我是100万个支持你啊。啊，爸，我不是一直守在您办公室等您一回来我就告诉您了吗？嗯，这样就好啊。其实你每一次回家我都在想，咱们家这么大一个餐桌，每一次就我们几个人，冷冷清清的，以后啊你要让这里做得满满当当才是啊。啊，小凡，嗯，你那个女孩子是做什么的？他们家都有些什么人呢？她是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认识的。她性格比较独立，不喜欢别人替她做决定还有回答。要不等她来了，让她自己跟您说。这个性格很不错呀，像是你喜欢的那种姑娘啊。哎，看看，你的弟弟都进展到这一步了，你那边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最近上会事情比较多，我没时间想这些事情。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又不是什么公事，就不要当任务去完成嘛。爸爸呢，之所以把商会交给你去打理，就是让你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先放一放，分一分心。你呢，虽然是我的养子，但是爸爸并没有因为小帆而对你区别对待。是啊，你的事情呢我也是很上心的。会长，嗯，客人到了。请。这么紧张，看来是挺喜欢的啊。你拿我的徽章就干这种事啊？来不及跟你解释了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我爸现在问你是做什么的，我该怎么回答？他平时除了做生意还会画画，你就说你自己也是搞艺术的，这样能找到共同话题。叔叔好，我是德国慕尼黑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，您叫我小韩就可以了。哎，好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是学音乐的女孩啊？嗯，怪不得这么有气质的。别客气啊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哎，看看这多好啊，多好啊。啊，大提琴手是吧？很好，
谢谢。小凡，你陪小韩出去逛逛吧，不要老在这儿陪我这个老头子了。我还有两份文件要看，记得晚上带小韩回家来跟我一起吃个饭。好的吧，那我先出去备车。叔叔，那我就晚点再来看你。好，先这样，再见。冷小姐，这次的任务是假扮情侣吗？我都不知道我弟弟什么时候谈了一个杀手做女朋友。原来您就是那个神秘的新雇主啊。我也没有想到原来商会的副会长会是个雇杀手的人。梁光强现在处境很危险，我需要你去保护他的安全，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活着撑过林浩的手术。庄先生每次出的价格都这么诱人，我没理由拒绝你。先吧，走吧，车备好了。我接到新任务了。什么？现在要出去一趟。干嘛露出这种大惊小怪的表情？你不是早就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吗？放心吧，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会完成的，晚点我再回来吃饭。不过你哥是我的新雇主，他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医生，这个警察身体有点不太舒服。啊，查房。那些人还有我师兄磕头谢罪。
你别以为你这样了就躲得过了，在你没有给石进杰死的那些人还有我师兄道歉之前，我是不会让你死的。雅门劳宫三阴交，涌泉太息中晚节，环跳三里合谷病，你就是用了回阳九针法制造了中毒的假象。小子眼力不错，看在是同行的份上，我劝你一句，别挡我的道，否则我连你一块杀。你假装中毒保外就医，劫走了梁光强是为了杀他？关你屁事。那看来他是你的仇人，那我们可以谈一谈合作。你的金针借我用一下，我问他一个问题，我不但不拦你，还保证你跟他可以安全离开。老子从来不跟人合作，想要我的金针是吧？那你先赢了我再说。世界。